管是密码锁、保险箱，还是埃及文字，几频道的密室没有任何提示。香港最著名的密室逃脱 Lost 来势汹汹，挑战台湾玩家的各种能力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要跳进去下一关。别急别急，打开宝箱只是第一步，如何把密室的资源发挥到极致才是关键。挑战你们的合作性、沟通能力，还有你们的贯彻力。比如说你们有一个机关是透过你们的手牵手，要通过一些的通电。执行长 Rick 亲自从香港飞来台湾指导第一批玩家，创业三年，分店也从东南亚到加拿大和澳洲，游戏也设计成适合8岁到80岁的玩家。小朋友的话，有一些是8岁到10岁都有。一般都是一些的年轻人，还有就是还有很多都是一些的公司团队的培训的训练。好，开了，开了。一关接着一关，关关密不可分。玩家必须在45分钟破解3个密室，而且只有一次求救机会。TNSS。抢在暑假前开幕 ，Lost 设在捷运西门站，抓紧年轻人的好奇心。尽管成功几率不太高，但体验的过程和闯关的刺激感才是密室逃脱的最终目标。PPTV 台北现场报道。